开始了，各位，大家好啊！先来喝波一下五十兰的奶茶，大珍珠，被破戒了，破戒了。来点名，文德，来，我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，我们的3000免运活动，剩最后两天，今天到明天，礼拜三晚上12点过跳礼拜四，好，活动就截止了，大家把握时间。好，满3000免运 ，for ATM 转账，不是 for ATM 转账啦，就是你如果这两天还在犹豫、还在考虑的，或者是你有想要买，但是你现在冰箱还冰不下，好，你只要明天12点之前下订单，有完成汇款，你可以选择10天以后。这段时间，你随时要寄货过去都可以。好，就是意思就是讲，你下定唔免讲，马上要寄过去。好，你如果说冰箱还冰不下，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时候到货，但是要在10天以内。好，这个是老板给大家的一个方便。好，就是讲你最近要订，但是你现在冰箱还冰不下，好，你一样可以。先下定，然后用 ATM 先转账，汇款成功之后，这一笔订单就算了。老尊神啊，好、哦，明天晚上12点之前有下订单都算。好、哦，但是你如果是选货到付款，如果是现场取货，那个就没有了、哦，只有 for 就是你爱心汇款的意思，这一笔订单才有算。好、哦，那你要之后看几天后你要再寄过去，或者是要在那个。就是寄过去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时间，也让你当回去算嘛。哦，这个那个资讯跟大家讲一下哦，因为我怕有些人不知道，活动到那个免运活动到明天晚上12点为止。好、哦、啊，你如果冰箱现在还冰不下，但是想买的，想要趁这一波活动赶快买的，你就是先选一选，先用 ATM 转账之后。这笔订单就会帮你留着，好啊，10天内你什么时候要寄过去都可以，这样有清楚吗 ？OK 吗？听得懂吗？安尼够有人听有？无啦，应该爱讲啊，够有人听无？树德德霸，花州。文德、聪明、皇家、佩仪、HOO，Hello，HOO 没有看过新朋友，大叮当你好，龙谦频道设定，佩仪住哪里啊？宋胜、千一、宋一、千宋一、千一、宋一、千宋，剑南 Hello。小胖，大家记得按赞哦。庆昌 ，Hello， 庆昌要补货了吗？哦，看好庆昌哦，看好我今天的图片，就让我想起那一段时间的回忆了。要人 ，Hello， 志豪 ，Hello， 雨峰，中湖水水 ，Hello， 今天在社头八乐夜市，凯杰 ，Hello， 中宝 ，Hello， 昨天那个安西教练是怎样？那个应该是酸民吧。哎呀，没有，没关系啊，不用理他了。反正他也只敢在电脑前面乱讲话而已。国中 ，Hello， 我刚才讲这样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就是说，我们
3000免运的活动到明天礼拜三晚上12点就截止了。好，那货到付款跟那个自取的话是没有影响。好，那你如果有要订货，然后冰箱还冰不下的，你可以用 ATM 先转账汇款之后，你可以选择你什么时候要帮你寄过去。比如说我下个礼拜才要寄，好，那这个公司是可以配合，但是期限是10天以内。好，但是你就是先结账，你就是可以享有这个免运的那个活动，这样子。啊，但是要在明天礼拜三晚上12点之前要 ATM 要转账成功才有算哦。哎呀，这个是重点，要跟你讲好。啊，10天以内，你看什么时候？比如说你明天礼拜三下订单，你要在下个礼拜三，哦，这样是算7天嘛，这样都可以。哦，那等于说就是礼拜三最后下订单到下礼拜三剩7天嘛，礼拜四8天，礼拜五9天。那就是最晚礼拜六就要下个下下礼拜六就要完成订单就对了，下个礼拜六就要完成订单就对了。好，那这个免运活动的那个就告一段落，到明天告一段落，大家记得把握时间。明天我会再讲一次，等一下人多的时候我再讲一次。还有我们今天有多了很多现捞货，大家可以赶快来一瞧一探究竟，因为我也还不知道我哎，清仓感谢感谢清仓的爱，你总是在我身边收听，感谢清仓啊。海豚妈在彰化县政府附近啊，难怪我觉得今天你们路上感觉车子跟那个高速公路车子都蛮多的，还遇到人家飙车，一台 Lexus 跟一台 BMW 在飙车， BMW 好像是 430i 吧，啊， Lexus 好像是 IS 多少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两个人在尬些，嗯，感谢斗六早餐店大哥，波霸奶茶1杯50。大概几个月没有喝珍珠奶茶，搞不好超过1年了。明天要拜拜，小朋友一个。哎，清仓，感谢感谢感谢。秋英姐姐今天又要出现了吗？阿尔卑斯山小莲又。开始打拼了，开始打拼了。蔡慧玲，蔡慧玲好像也是新朋友，大概留过3-4次眼吧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猜错。绿饭团，你怎么又改回来了？你真的很那个呢，很爱变来变去呢。你换名字的速度就跟你换女朋友的速度一样快。这个字是念经吗？燕青还是燕京还是燕什么的？这个字我不太会念。哪些不买要站在前面的人要干嘛呢？可能是来专门来看佑平哥的吧。也不一定啊，有些是买很多、啊、买不下了，但是他又想要，他又想要继续看。伟成啊喽，聪明刚刚讲了彰化社头巴勒夜市，有人在问吗？一输出苏三敏就是去捡便宜啊，苏三敏刚刚捡了一罐猪跑要给我。哎、欸，他说他去，他是跟大甲骂哪的呢？
不是白豚骂的，会不会他没有追那个金虎啊喽，家人啊喽，小张下午好，宋一下午好，我先看有什么新产品，你再帮我拿，我再去跟你拿。What？ 玉饭团什么意思？你是说玉饭团，你直接赖跟我讲就好了，你不要在上面讲这个。叫麦哥巨星，谢谢慧玲，谢谢慧玲，抱歉，我亲他喽，我晚点教你念，你等一下要来哦，燕青，我猜应该是金，不然就青嘛，这两个应该只有这两个念法而已。粉红超跑我有追啊，只是你是不想驾驶啊？你只是用车追而已。向阳，在人的耳朵边啊，话大声。SHE，SHE，SHENG， 炫G啊？炫G吗？是这样念吗 ？S。S A 应该是这样念吧 ，Hello， 现场教你 ，OK， 建成 Hello， 7:30，洋葱你今天要来这里吗？你该不会去追什么白豚马吧？不要在意酸民说什么，很难呢、欸。我觉得很难不在意他们说什么。因为我觉得不管是留言还是直播的留言，不知道、欸。我觉得我们很常被攻击啊，不管是老板还是我，都很常被攻击。但是有时候我都会看不下去，我就会去回，而且我会回得很难听，直接把回完，直接把它封锁。啊，有时候我就会直接把它删掉，因为有些东西你留了，他就是故意要误导人家，你知道吗？而且有些很贱哦，他会在浏览率很高的影片留。啊，不知道，反正有时候就看不下去了。对啊，我也没有办法说很心平气服的去看待这件事。啊，不过有时候我就会选择直接把它删掉，我也不去回应他。啊，有时候就受不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对啊，看当下的心情嘛，对啊。有时候做什么，有时候都很想要直接给他抢了一下。有收视的频道就有酸民没有错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很被针对的很严重，被抹黑啊，被针对啊，种种啊都有啊，对啊，但是你们可能都看不到啊，因为有时候留言我看到我就把它删掉了，有些留言我看到我就改撤撤了，就把它删掉了，顺便把它封锁起来。我的名字换女朋友是成反比，不要乱讲话，我讲的是事实啊，一般的。我要去看我的六听歌啦，买东西。六听歌，又听歌，你我都怕成六听歌。你也是厉害了，连妈祖进香都有人酸了，真的啊、喔，连妈祖也会得罪酸民。阿连我把金家矮服了，矮服了酸民了。酸民为什么妈祖也会有酸民？我真的是不懂，还在高速公路上，是不是今天车子很多？我就觉得今天车子怎么会变那么多？树大招房，国军谢谢，
别人眼红哦，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直就是有会有人想要把我击落那种感觉，破布子哦，负责你也哎，聪明你也会做破布子、哦。泡到他不要，我儿子泡他，我连他家十八代祖宗都泡下去了。不会啊，这些事我都会自己宣泄啊。我宣泄的方法之一就是赶臭臭有的水感封锁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回我。苏三敏穿斑马装哦。苏三敏你还在帮忙呢，你也是钢管，什么意思？朋友们按赞了吗？还没按赞记得按赞哦。等一下现捞货排出来你们可能会吓到、哦。树大招风招人眼红。我就觉得我也没有多树大多招风啊，我就觉得那些，而且我觉得有些人都是很针对性的，就是刻意要影响你就对了，所以是很无言。哎呀，沉淀一下再回应哦。我如果沉淀一下，我如果不想回应，我就是直接删掉，我不会沉淀的。不是回他个车，不然就是直接删掉，只有两条路而已。个人是觉得他们不是货，都有啦，我觉得都有啦，恶意抹黑的都有。不管是不是是货，不管是讲哪方面的，有些可能是。不要讲同行的，同行好像也不太对。苏三明要来帮我，没有，他是固定班底，他现在已经变成礼拜二固定班底了。姐姐，我是我难过伤心。有酸明保是你红，所以酸明越多越好的意思。酸民越多代表你越红。我前面那个女的是谁？你说刚刚那个就是苏三民啊。苏三民崇敏，你居然跟我说你那个女生是谁？那女生都快比我还红了。那个女生是苏三敏。现在应该是不会有人再把她误认为肥婆了，再把她误认为肥婆，肥婆会不开心哦。我在做破布子的，哎，我觉得你很厉害嘞，哎，酸呀光黑你买票，一楼你买票，绝妙组合，少了谁都不行。不会啊，刚好我跟佑廷哥的。那个频率也对啊，如果频率不对，做起来也怪怪的。开始哦，开始要拍那个现捞货，加权啊喽！我前面那个女的是谁？你前面哪有女的，都是男的啊！我只要答应了，一定会做，不错，查甫人一句话。不理他，让他继续看红红，故意气死他，然后又不理他。我觉得酸牛那些人真的是无聊，缺教育。会不会我们今天直播完，我晚上的留言又被酸民灌爆了？哎，我如果没有讲得难听的，我只是把留言删掉，我还不会把它封锁。是这种讲得难听的，我才会直接把它封锁。啊，最近很多那种都留一个什么18什么，好像是都外国的来留，那不知道是机器来还是怎样，好多账号都在留那个，那都是外国的账号，那个我觉得很烦哦，超多的，那个比酸民还多。
拢唔知道，迄是要拍广告的，上面我相信做侪人看到了，就留一排那个网址啊，然后下面好像有在留什么字，他妈都还了，我今天有到这馆长直播，馆长直播，我记得他也是都把它删掉啊，就把它封锁了。是谁？为什么没有跟我回答？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一个啊。Robin， 哎、欸，不是 Robin，Richard 咯。Richard 有一阵子没上来了 ，Richard， 是不是啊？最近比较忙哦。哪里有发财金？啊？什么有发财金？谁说有发财金？我喜欢射头有女生，女神小帮手。不要封锁，让他去帮忙打广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说哪一种不要封锁？外国的那个吗？好 ，Y Hello， 我今天还会在肥大后面偷买，你为什么都没有跟我说？阿强哥对，全龙，我来了，按起来，按赞，按起来哦，各位，327人，只有79个赞，一直跟在潘帅后面，真的假的？庆昌哥你也有来啊？那、啊、你怎么知道那是老板他们的车？你是跟货车还是跟那个轿车？姐姐，我误会你了，我请你吃冰。越红酸民会越毒烂，他的广告会越打越大。真的还姐？我先来介一下背后事情啊。今天不知道会直接开喊还是怎样。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两枪，人多必有白痴。哎，这句不错哦，树大必有枯枝，人多必有白痴。公开订阅分享，没时间而已，不然还想做脆。哇塞，聪明，你有这方面的那个哦，天分哦。有卖到缺货过吗？你指哪一个东西？那个毛豆就缺货了，毛豆跟那个什么，也是很热卖的那个什么。等一下，我先去看一下。真男人，只是闲男。名正他咯，真的假的？馆长是靠酸民把他捧红的，我不相信。馆长应该是靠实力红起来的。加赖哦 ，CYPUM， 统一晚上或者是隔天会回复。开始直播之后就没有办法回复了，因为开始直播我那一只手机就没办法点出来看看 LINE 的讯息。金啰说什么讯息为什么删掉了？没错，就是骂完他再把他 ban 掉。可是要这样，真的要能沉住气。你最爱吃什么冰嘞？清安他喽。我是火爆哥，他不只是火爆肥婆，他也是力大无穷的肥婆。今天东西要大改造，错，今天是有很多多了很多东西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去前面
那个揭晓我们今天台面排起来是怎样，不用唱一首歌来一块钱给你，一块钱就想打发我这个歌神。我刚才在车上唱到歇斯底里，有时候我觉得在车上唱很爽，因为你再怎么唱都不会吵到人，你要喊到破音也没关系，下次我再开直播破音给你们看，直接破起来。靠大条是什么？馆长是你学弟？屁啦！哦，学弟啊，应该是隔好几届的吧，对吧？想说馆长跟你年纪应该有一段距离哦，对吧？好用打背啦。这阵子大家都没穿制服啊，因为他们的制服都已经太凶古奥古潮了，所以有啦，老板他们好像有在做新的不一样的了。对呀，今天有青鱼还没有，青鱼也是缺货。全龙先按到100个赞，感谢。哦，你说陆战队的、啊，这个我相信。自己在汽车里面自己唱歌也很好，对啊。很舒服，唱得很舒服。阿明星脸不要那么看，很不舒服，也不会笑，装什么酷？可以请阿明哦，脸哦，这我就很难。一直是叫阿明爱看球的，对吧？好了，我再有机会我再跟他讲啊。蔡世凯公开街头艺人口琴表演哦。你是街头艺人哦，所以你那个也要考试吧？可以唱歌。差袂好，没啊，所以我坐咧。啊，不过好多坐，我即摆行路都顺咧，拢较袂看起来，较袂拜咧。你来，你对因来，你啊即摆哪出现？你来这食饭啊？哦，那个庆昌哥，连躺啊喽。来，400人了，我再跟大家说一次，我们的免运活动。到明天晚上12点截止。好，那你如果有想要买，但是你不想要那么快收到货的，好，老板这边针对 ATM 哦，好，就是转账的部分的那个线上的朋友们，好，就是要下定的朋友们，针对转账的部分，他有通融延后10天寄货的那个服务，好，就是说。你明天活动到明天晚上12点为止没有错，但是你如果说你有要买，但是你没有那么快要寄到你家，因为你冰箱可能还放不下，还是种种原因的话，你可以用 ATM 下单之后选择，你可以下单之后选择用 ATM 结账，哦，但是你要在明天晚上12点之前结账，结账完之后你可以选择你要什么时候寄到你家，哦，就是。可以延后寄啦，不用说买了就一定隔天就要寄。好，这个是佑廷哥给这一次活动最后的一个那个优惠。好，那大家把握时间，剩今明2天而已。啊，明天晚上12点过，跳礼拜四凌晨1点的时候，这样那个活动就关闭了，免运活动就关闭了，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。好，那延后的期限是10天。哦，等于说你如果明天晚上下定的话，你可以最晚下个礼拜六要寄到你家，哦，这样整整就是10天，这样子。
好，十天以内一定要寄出去就对了。好，这是佑廷哥要给大家的资讯啊，大家把握一下时间，到那个宅配网站去选购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满3000就免运了。好，跟大家讲一下。那之后会有什么活动，我再跟大家讲。对啊，如果还有活动，我再跟大家讲。申请民安，不敢当得吧？街头艺人都是考试透过，就是要有考试才可以去当街头艺人，我知道啊。但是那个台北比较多啦，台中好像也蛮少的，嘉义就更不用说了，更少。女人的喽，您是6月退伍的吧？骑乘的喽，离开军旅。哎，你们都有被叫招吗？我都没有被叫招到嘞。哦，我听说驾驶兵都不用叫招，但是我听佑廷哥他说他有被叫招，因为他也是驾驶兵。Steven 啊，看这板子，等一下应该就喊下去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聊的时间也不多了。我希望可以直接开喊到结束，这样就破费了，我就可以赶快回去跟小肥腿抱抱亲亲。清安33师陆军第一军将，给你的走路功。一般的你用赖讲啦，哎呀，你用赖讲，不用走路功啦，你是三八咯。你留在赖啊，你应该是那个才要来拿嘛。Amy 啊咯，哎 ，Amy 也要给你见。这种表演项目，表演项目少比较好啊，比较不会冲突啊。你最好是做那种人都没有人在表演的那一种比较好，独特性比较高。观众才不会互相抢那个观看，跟经营 YouTube 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士官班谁是士官？那么多、哦，要收拾一般人，莫想济呢。阮家冰箱是家己嘛甜，嘛足甜的。1748T。1748T 是什么概念啊？基隆有宅配，连外岛都有宅配哦。请洽 yo5858.com.tw 宅配网页。看到谁了？76年，哇，76年，12月。老爸，你退伍的时候我才刚来到，没有。人越来越多了，对呢，今天总共多了，走，我们去一探究竟，看今天的台面变成什么样子。行，答案准备揭晓了。我看一下，爆炸了，都还没开喊，人就一堆了。哇塞，精彩哦！今天这个台面很精彩。我先来拍一下这个纵观的景象。好行，来头前看，看嘛，今仔加什么好料啊？哦，布拉鱼、虾仁、
鳗鱼，这我唔知影啥物鱼，黄鱼大尾的，金线，迄个应该是金线，啊，这唔知拍头啊是咩？我嘛袂晓念，哦，飞机呢？哇塞，这台面都不一样了。注意哦，现捞货越来越多了。各位还没按赞、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帮我按赞订阅一下。地方怎么卖两个啊？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小。地方很多人的，干那挂香嘞。哎、欸，会不会是因为白头发或者是大假发的关系？错。希望每天都有这种好现象。好。OK， 各位，准备开始了，没有点到名的跟大家抱歉，还没订阅还没按赞的帮我订阅按赞一下，感谢各位，我们准备起床了，晚一点会直播，拜拜。我要买鱿鱼。那个不是鱿鱼。